之后呢，我就在2016年中或者是尾的时候，我就安装了蓝牙手机，开始我们大家一家人一起乐，和妈妈一起乐。我没有想到啊，2019年的今天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感动的事，就是我没有想到我安装了这个医疗器材，电解环境水在家里，我妈妈现在是没有气道了的。你講空氣會，有啲嘢你，啊兩個字 ，OK， 啊，我叫咩 ？OK， 啊講不完啦 ，OK， 嚟嚟，啊兩個幾好，誒，好，我哋就嚟到隻，到隻，啲人有隻，同隻腳同隻腳一樣，啊，但係我哋隻嗰啲膽固醇啊，亦都冇咗。
车子要安全，你必须要保养。手机你一定要防摔，你要用保护套去保护着。包包也要防潮湿，只有身体没有人在乎过。难道我们的身体健康还不如房子、车子、手机、包包的值钱吗？没有健康的身体，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？一件衣服值5000元，收据能证明。一辆车价值250万，花票可以来证明。一栋房子价值2500以上，全幢能证明。一个人到底值多少钱？我有健康可以证明。所以，请不要计较花在健康上的钱，因为健康才是您的保障。选择权在你，有健康叫资产，没健康叫遗产。世界上什么样的床最贵？病床。这个世上可以有人替你开车，有人替你赚钱，但是确定没有人替你生病。东西丢了，你可以找回来。但是有一件东西丢了，永远回不来，那就是生命。谢谢。OK， 我们来开灯，大家看到吗？其实这个丽姐完全解释了，这个180才是日本的，可以使用，你看15年、25年以上，其实围起来，你们每一天。一家人都可以喝到这个很健康的这个抗氧化的水，多少钱呢？其实你得两块多，每一天你是付2块多，你就一家人在喝这个抗氧化健康的水。所以今天我的妈妈，我没有想到她还有喝上15年、20多年，她现在3年后，她今天的药都不能啊，都不需要再吃了。这个是我非常感恩的一件事。所以今天呢，你们都有。出席这个晚宴来了解这个烈酒矿泉水。那么今天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优惠，今晚上我们送去的礼物大概有2000的那个价值送给大家。如果今天你们下定金，你们下定金的话，你们就可以有这种礼物，有这些礼物，这些礼物是很配合你们用的。这个是我们的这个。日本种的用还原水种的，而日本种的这个姜黄素300多块一盒，这个这几天的水平啊799多，350多块 ，OK， 还有这个也是要300多的这个过滤器啊，叫做皮丢的，还有我们的水瓶，还有我们的这个装那个旅游水的这些袋。那么价值呢？大概我们算起来就大概有2000。如果今天你们觉得你们的健康，还有你们家人的健康，你们觉得这个投资是没有白费的，没有浪费的，你们就下一个决定，好、哦，就下一个定金，然后你们可以得到这些礼物，这就是我们很真诚的。定金要多少？定金呢，就是说来一个500。对，500元定金。那如果说你们没有那些钱，如果你有那个 debit 卡或者是 credit 卡，我们有一个借用了公司的一个credit 卡机呢，你们可以刷，就是刷了就是你下了500元定金，那么这些礼物就是会留给你们的啊，这个是我的诚意。有，我又不想付现金那么多，有人攻击吗？有啊。怎样攻呢？其实我们没有计算那个历史的，可以攻多少年呢？来，我们看看。它有24个月、36个月啊。对，那个攻期哦，你可以攻24个月啊。这个最漂亮的那个白色的那个八片的那个电解法的，它的功能，它的那个活性剂，它的抗氧化很高的，可以攻527或者是。好，791，好，然后还有这个7片的这个电解板，它的那个抗氧化也是 OK 的，也是很好的，也是那个美国的那个法兰德的那个罗伯特，他也是介绍的这个是多少呢？那么你看388，没有充气的。我想问问看一下，今天你们出去吃一餐多少钱？500、400。够不够？我不懂啊，你们。
去了，但是你不知不觉哦，你每个月你咚咚咚咚到两年或者是三年了，我跟你讲，就好像我这样子哦，我咚到三年，我妈妈出事之后，你什么都重要了。对。但是看一个医生就在进医院要刷卡，对，几十千，没有钱没有的进医院，但是这一个机器你买了放家里，就是一家人在用，15到25年。啊，是非常的值得啊。OK， 所以想立刻下发定金，得到这些礼物。来，我们来看谁先。来，第一位，一有买有送。哇，来大家一。啊，这位如此的家人朋友啊，来，现在还有谁有问题的可以提问我们的海龟。也是在，你可以问一问啊，提问。OK， 来 ，OK， 来第二位。你问题问的简单。来，我解答，解答，我解答先。OK， 这个呢，半个电解板呢，它是什么电解板？是太白金属那个有什么必然法的？它那个活性剂，你知道多少吗？如果一杯它的活性剂是315。这个一杯的活性剂是多少呢？139。这杯一杯的活性剂是多少呢？43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喝到这个139的这个活性剂，你要喝4杯，4杯就等于这个一杯的139这个活性剂。那么这个是139的活性剂，这个是315啊，你要喝多少杯才等于3杯？它的价钱呢也是会不一样，它会在这里，但是是很值得的。来，我们已经下定金了，我们来这里拍个照。不要考虑，因为什么呢？健康有时候我们考虑的话呢，时间就过去。不过啊，我那个时候我考虑了，我今天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，就是我妈妈的那个又是那个胆固醇又是糖尿病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是特地邀请我妈在这播上来考虑的，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正常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问题？来，我们掌声鼓励。OK， 这个是不是？来，没有关系，你先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你来做一个决定，你要这个这个还是这个？你到时候应该也会分出来的，你放心，我们一来，我们邀请这位先生。来，努力。来，让我拿出你的本事来。啊，因为这个水啊，跟一般市场上所看到的水其实不一样的。你到时候你再选，你要哪一个？没关系，因为你现在不做决定，你要是哪一台。但是如果这个给定金，你就是可以得到你所得到的那个啊。四位来，我们拍一个照，这边都有人。第一位来，我们这边来，你做什么可以做，你可以吗？来，我们给杨静霞一个掌声。来，这位美女，因为她是你不用选择是要哪一台，说不定如果像这样子呢，今天的这个礼物是很值得的，真的很值得，因为我们也。我们现在这个女的就是收了那些钱，真的是这么好的东西，真的，我就想跟你这个人分享啊，那就是你的暗示吧，哦没有吧 ，OK 你 OK 吗？
买一架吗？买最好的吗？买最好的吗？可以总钱来过。参观先，参观先。你打中等的话就那条，最好的这条来，我。来。可以总钱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些。其他人来，那你来看。你现在买有送那个水机给你，那水机。可以换机都不用钱，买这现在是好。电环机也是好难啊。这种是一人买一下，这种买了喝了又好，这种东西买一下。这个嘛，你要这种这些。这个不提了，给点钟。送，不是啊，买有送。还有几家头，还有在这边，他的老婆，是他老婆。啊，来拍照。干嘛？你好。你好，姐姐，拍张照片，家很久没有拍照了。来，我买这家。来，小伙过来看一下我们，过一下。来看一下先，来看一下先。拍一下，过一下。去清楚了解，不是会去看看。我
们这只鸡真的蛮棒。来，你看呢？你看看下不用钱的了解一下，真的。来，可以了解啦，不用买了。OK， 真的我们走先，啊，慢慢。来，喉咙痛来，你来先给你看了，你再这样。喉咙痛来，喉咙痛来，来。要喝吗？来。来，给我一杯先。你喝多点，啊，喝多点水是。啊。我先开这个，开吧。莫妮卡。他在考虑什么？考虑什么？我知道在想什么。在想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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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